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阿弥陀经。李先，大家好，早，咱继续过来讲解《佛说阿弥陀经》。好，咱人伫世间呐，短短几十年中间呐，咸酸苦涩、喜怒哀乐、贫富贵贱，啊，王侯将相、凡夫走卒啊，拢是每个人有每个人伊客串的天命。啊，一个人伊伫世间，有当时啊，伊是上无重用的人的时，伊嘛有伊的功德。一个人伊有真大的本事、本领，真大的智慧，会当讲遍天下所有一切的妙法的时，伊嘛是伊天命，伊嘛是伊尽伊一部分的责任而已。所以咱人伫世间呐，王侯将相。凡夫走卒啊，拢是咱上尊贵个人的本愿啊。尤其啊，咱咧修行的时，咱要看到哪一项、哪一个法啊，对咱上有用，会当予咱得到心安，会当得到光明，会当得到幸福的法门呢？万教皆法。各人各人修的方法无相像，各人各人的因缘，各人各人来世间，伊在找起伊本来有缘的人，过去生累劫有缘的人来到世间，所以伊用着伊自己的方法，伫世间方法而生，伫讲到伊有缘的人，但是咱都无必要去甲做一个批评，那是大陆的外丹公。啊！一介遐侪人呢，政府伫掠只外丹公。那么作为外丹公是正是邪呢？咱要未成佛以前，咱嘛莫去批评讲伊是邪教。因为伊累劫几啊千年来，伊有伊个生存之道，啊，伊有伊个妙法之处啊。那么咱人是安怎为何个批评叫做邪教呢？我感觉这点，咱都爱善事啊。所以咱一人伫来到世间呐，伊有伊的因缘，伊有伊的和合，伊有伊的愿力，各有各不同啊。所以咱爱有一个正确的见解，咱唔通凭着家己所想的，你就讲他人唔对啊。但是遐个一个妙法呢？咱佛祖释迦牟尼佛当时住世的时啊，一直菩提树下坐七暝七日，忽然间顿悟到，咱人要修行最基本的就是爱心安。咱若心未安，目睭伫看就啰啰；心未安，所想的就糊里糊涂；心未安呢，代志所做就糊里糊涂啊。所以咱一定爱会心安，心安的八条路，八正道，咱再重复一遍。好、哦，心安之道啦，安心之道咧，好、哦，就八正道啊，正见、正思、正义、正业、正明、正念、正真者、正定，这八条，好、哦，这八项是安心之妙法啦。咱的人因为心未安。心未安，啊！伫外口倒入去，安住伊个心，安住伊个心的妙法，就百万四千种个法门。因为咱所看了，惊惊吓吓，别人爱你的算计较啊！啊，算计较，你到底啥人才是咱所希望的？啥人会当带动予咱全民的心安？
啥人会安咱的心？啥人会当予咱心安？哦，即就咱今年年底大众的课题啦，咱大众考试的课题啊。所以咱会当心安无？要要安心，才开始咧。真侪袂安心啊啦，心袂安啊啦，心袂安咧，真侪啊。要红选诶，心嘛袂安；要共选诶，要投票诶，心嘛袂安。咱如何才咧是只会当真真正正代表咱全民的心，代表咱全民的家，代表咱所有国民的尊严？啊，啥人才好心袂安呢？咱。心袂安啦，因为咱惊看唔到，惊投票投唔到。你投票投唔到咧，等于投错胎，投票投唔到去啊。所以啊，咱爱有一个正确见解，伊的人格，是毋是代表咱这个国民的人格？这人真有抹黑，那么咱投予的人一定真有抹黑，该共款你唔知个。物以类聚，物甲同类个啦，同款。好，那么啊，这个人的行为，所做的讲的，甲做的是唔同款无？这个人的智慧，啊，是有自卑心无？啊，这个人吼，要代表是咪代表咱这个官一届进入国会？所以啊，咱大个，我相信。最已经开始心未安啊，那么红选的人惊未着，惊钱开咧，一届开了开几啊亿，赚几世人才赚的，倒来呢？啊，开若无调怎么办？开到尾也差一千万，吼、哦，我好要再一千万搁买落，再就想慢的啊，那么心都搁未安啊。所以世间啊，充满着心未安啊。所以咱释迦牟尼佛咱的佛祖，伊才会出家要去离开家庭，去找一条安心之道啊。安心之道，修行的路，了就是正见、正确的见解。咱人生生世世、世世生生的，这呢拢是对对来，咱无智慧，啊、哦，无慧眼。所看到的代志啊，拢看到一面。啊，那比如咱有啦，啊，鸟鼠啊皮，逐工拢咧看鸟鼠啊毛，看惯时的时啊，有一天咱家摕貂皮好看，貂皮一毛好看，那啊，这假啦，这我这是因为这规片拢咧鸟鼠啊毛，你向摕一块真诶一貂皮好看的时啊，啊，这是假。因为咱的目睭所看，我都真真正正正确去看到真真正正的妙法。因为咱的目睭所看，我都真真正正正确去看到真真正正的妙法。咱真正舒服啊！法师甲咱讲，咱岛是西方极乐世界，是西方的所在。然后后下遐尼远远，今日你今仔我倒去，我先享受才讲啦。哎呀，这安尼讲到遐十三天地，我无咧信道咧。等下要死的时，吼病到遐，身躯咧像柴鸡啊，面冒咧啊，目睭扑出，塌塌啊。一时啊，有气无力的时，才开始在起着惊吓。啊，系啊，死了后要伫倒去，死了呆涂骹要伫倒去，我遮财产要伫倒去，我遮要伫倒去，要安怎？烦恼一大堆，心未安啊！死的时目睭金箍箍，要咧看世间，但是完全拢未叮当啊！脑海内、心内魂魄未安详。大概时阵来叫啊，恁家超多嘞啦，要倒倒去。平常咱都唔知好念佛，唔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国土伫倒位啊？啊，唔知要安尼到西方极乐世界，
平安时唔使好念佛，唔使好皈依阿弥陀佛。等下死了后咧，万一见伊孙啊，要甲你阿弥陀佛，甲你锵锵锵哦，招病咧啊！轻轻讲讲，轻轻锵锵嘛，跟伊大嘛大条的啦。你有到西方哦，无可能的代志啊。所以，咱大家爱正正确确有一个见解。啥是对咱有益的？什么法呢？对咱有帮助，会当予咱得到心安的无？净土法门，念佛净土的法门。每个人心内拢有一片的净土，咱的本性原来拢西方叫做世界有一片的净土。那么为何咱无法度去找到这片的净土？那么是安那，甲世间所有一切的代志，无该得的啦。好，咱的苦苦求啊，苦苦，违背良心去求着，到最后来所得的是啥？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甲咱开始，世间的名利咧，无都背叛咱生生世世。啊，只有佛。这我都陪伴咱生生世世。那么为何大家唔知影好学佛，唔知影好修行，唔知影好念佛？干呐？伫世间结冤仇，结冤互相烧诽谤，互相烧抹黑呢？这种人是非常的可怜，尤其选举到啊，啊，照着用啊，啊，照着这个。权谋啊，权谋啊，吼、哦，甲这阴谋技巧来伤害着他人，殊不知啊，会当甲你当时出来竞选的人，过去生那毋是你的亲，就切，毋是道友，毋是有因的人，那么何必为了一时短短四年的小小的名甲利咧，来伤害着他人呢？这是非常无智慧、甲无慈悲的人。那么咱是安那社会上要予这种人伫社会影响着整个社会呢，造成咱心的不安呢？原因伫倒来，咱无正确的见解，无正确的见解。咱要有正确的见解，人来到世间拢是互相相尊重。来生存，而存在，啊！人伫世间呢，拢是互相相疼痛、相疼爱，哦，咱拢是为着安尼而来，唔是为了战争而来，啊！唔着讲哦，我国家要甲你台湾二号死，安尼拢是为着这而来，那安尼想法呢，唔是大智慧，唔是大慈大悲的人，所以啊，咱大家来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。啥是对的，啥是唔对的，咱爱真正客观啊，我都看啊真正清楚的正见。所以咱认真修、认真修啊，认真学佛啊，咱来修行的时，那么咱有一天，咱对任何一件代志啊，咱所看是完容的、为圆满、圆满的啊，而且是透明的。看任何代志了是透明，知影啥是对，啥是唔对，啥是会当对大众有益个。什么物件会用服务大众，啥会当予大众会当心安呢？这妙法啦，咱爱去找这个妙法。那安尼呢，咱则是我得真真正正做到正见，啊，这正见。所以正见呢，是咱人做事业嘛好，做官嘛好。修行嘛好，咱爱正确认识的一条路。西方叫做世界是咱道，西方叫做世界是清净，无染尘，无染着世间这歹的习惯的所在。啊，咱的本性本来嘛是无染的，为何伫世间有这么多染？尘埃呢？因为咱一个目睭所看看未清楚，一个目睭所看的，哈、啊，咱呢？干了看了一面，看了自己有利的，无看了别人有利的，无看了大众有利的，所以咱不是真真正正的正确的见解，唔是正见。所以各位是方正知识，佛法在世间呐、啊，不离世间觉，啥是互各位会当心安呐、啊？这才是咱所得的妙法。
嘛是咱人要追求的一条路。啊，比如讲我这事业做了真袂好势，啊，我就哎，老师啊，啊是是师傅啊，请你派地主来甲看我工厂倒会袂顺，嗯，对个，无哪下工拢袂顺事。那么来去看了咧，哎，你倒会门开唔对呀，无该关的关，无该加的，好、哦，你看看加。那么所以你一做做袂顺事嘛，啊，做袂顺事你甲改掉的嘛，山不转路转嘛。路唔转，人转嘛。人若转会过啊，哦，咱会得到心安，得到和谐。啊，那么咱这正是真真正正，嘛是正解的一个法门啊。各位是方丈之说，阿弥陀佛的世界是清净的，阿弥陀佛的世界是金银琉璃、玛瑙、赤旗、玻璃、哈、啊、赤珠啊。好、哦、所行的，满街路拢是光明，每个人拢是善人啊。所以咱会记哩爱发愿，咱爱对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才是咱道好法，大家共同来修净土法门、念佛的法门。时间的关系，到这大了。